OK， 到。这是一燕团长2月20号元宵活动的一天。左大卫的心情就好像喝酒一样般的兴奋。要拿盾牌。Feel nice。你们要把第一题录完，能不能录好？有30几分钟哎。所以这纪录片可以大概录了10分钟吧。陈俊凯，这个就不用当纪录片。干嘛？我女朋友上班，她医院真的是超屌的。阿伟，我要算吗？我怎样的夸张？没有。啊。好喝。